那个坑主博宇哦，他先绕跑，那我这边帮他介绍一下他自己啊，他不应该自己不跑，也介绍。他好，他去选这个立委嘛，他去年得票22487票，就是刚刚那个人哦。然后现场还有另外一位立委落选人哦，我们也顺便来看一下，要吗？要。他是去年是选桃园，桃园一，桃园的龟山芦竹，帮我们这边有没有这边的人？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身边的立委落选人。然后，因为他有说他有想要做地方议会的工程建议款，那工程建议款，去年新北市他们还没有公布议员的名字，他们只有说哦做什么工程，然后花多少钱，然后后来。就有人那个 StarDog 他去写信问，然后今年的他们就有公布了，那工程建议款长这样子啊，好小，我这边这个话术不太会用嘛，比如说看这个，他还有说他买这个按摩椅啊，那这个是千元的单位，然后买什么影印机啊。所以说，你看我们的税金就是其实是花在一些很巧妙的地方，但是就是平常都不知道。那其实我们整理的话，2014年那时候就有整理啊，大概就会变成这样。你可以大概看到说，像这个是这区的内湖、南港的当时的议员，现在好像当上立委了。那他你就可以看到他说，他提的案都是被什么厂商标走了、那。他提的什么案啊，你也可以去看，比如说，这个什么用户什么后向美化，那你也可以看说会不会这就是他家之类的，对你不知道，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资料可以让博瑜他们去做这个监督啊，然后等到今天就是先做新北市的议员，然后把他趴成。对，就把资料发出来了。然后，对，我今年应该就会把这个议员投票指南哦，我一定会做一个新功能，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模拟的，发表自己的政见。就是大家从现在开始可以想一些，你当议员的话，你会想要提什么政见？就是你可以，你不一定要参选，但你可以上网。就是在议员投票指南就用你的名字哦，然后你就可以说，你当上议员的话你要做什么？你可以提一些很有新意的、然后让我的用意就是觉得说，我觉得啦，我们每个人提的很多政见应该都可以比现在的议员提的好很多。对，我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发现说，为什么现在议员还在做这种世袭的动作？什么谁的女儿、谁的儿子又出来选？我们这什么年代了，还在做这个政治的世袭，太夸张了吧？那之后我会做这个爬虫的教学哦。那有兴趣的，到时候我会分享出来，然后也欢迎给我一些意见回馈。谢谢。